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老师们给的意见其实非常的中肯。那其实我们参加料理比赛，你要试着从一道非常经典的传统菜当中加到自己的元素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那很显然的，这一次我表现得不够好。那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，不管之后有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。那你觉得你今天在这道菜的掌握度跟临场的发挥的表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临场的发挥大概只有原本的六成吧，就是很多时间上的掌控并没有做得很好。那但这道菜对我来讲是很不好做的一道菜，可是但也不能够把这当作自己的借口，那就是这一次的执行不够理想，那也许我就是要回去再去思考这道菜到底是什么。